圣诞节的气氛。刚刚骑自行车来上班的，他爱收收，然后来拿个果汁，用积分兑换吧。我要再买个，就是羊角包吧。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甜的，我都想要个。下午再来买吧。这个是我的轻体日，圣诞节的气氛。特地找了一个会议室，因为我们隔壁办公室的人实在是太吵了。就我最近做视频的话，会就是感觉遇到一些问题。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，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没有一个突破，所以可能内容上会比较的重复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会挺想看我的一些穿搭的视频，但我自己就比较懒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视频有点过分随性，就我经常拍视频也不化妆，然后也不弄头发，然后穿的衣服可能就真的就是我平时在家里面穿的，就特别的不精致。但是其实大家想看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美、比较精致、比较好看的一些东西吧。那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的一个惰性，所以我现在也会挺困扰的，就是我要不要为了迎合大众而去改变我自己。那其实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，我很难被别人去改变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，也可以说我是固执，其实我是承认的。那我会觉得我这样好像也没有伤害到别人，只不过有的时候自己是吃到苦头的。所以到底要不要改变这件事就会让我很纠结，就我又想去改变让更多的人可能会喜欢我，但又觉得我不应该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。比如说我的生活节奏就是这样的，我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我就去做一些打乱我生活计划、我人生计划的一些事情。就比如不管是就是这个社会压力也好，因为我现在28马上就29了，可能结婚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。那我的生活节奏暂时只能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办法去 push 不管是我还是对方，我们一定要进入下一步阶段这样子。然后比如说像穿搭视频的话，那我也知道大家肯定很想看这样的视频，就是买了一大堆的衣服，然后有一些那种穿后啊这种。那我一是不是那么爱买衣服，二是我其实平时买的衣服可能也都是偏那种百搭的，就不是时尚为主的。我买衣服当然第一眼是要好看，但是第二眼就是这件衣服我会不会穿很多年。如果只是现在流行，比如说现在很流行棋盘格啊什么的，我没有办法去下这个手。我希望我买的衣服都可以穿很多年的，而且搭配起来都很简单，这件可以套那件，那件可以套那件，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出一些大家想要看的好看的穿搭视频。那以上这两个问题呢，就是我深思熟虑下来，我还是觉得我不想改变我自己。但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视频可能过分的随性，那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改变的。我既然就是标榜自己平时的生活算是比较精致的，那我就应该从内而外的比较精致，而不是说早上起来脸也不洗，就觉得不出门的时候就不要打理自己。我觉得这样的想法的确不大好，所以这一点我是会去改变的，就是要真正的做一个比较精致的人。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惰性，就在疫情来之前，我的 vlog 经常就是一些外拍的视频，但是自从因为疫情在家宅着之后，我几乎所有的视频全都是在家里的，我出门的时候都不会带相机的，因为真的太懒得拍了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出去如果我可以用相机做一些记录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吧。因为我深圳上海都有带嘛，那可以多拍一些探店的东西，拍一些这样外出的视频，就大家看的也舒服，然后不管是对于我还是观看者有一种那种双赢的感觉。所以呢之后就是视频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动，所以今天后面的一些内容都是带大家出去吃吃喝喝，就去做一些探店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个什么时候好？感觉24这么久的。这个我吃过了，这个我吃过了。签字呢？哦呦，好香啊！签哦。这个是什么？火腿羊肉串。哇。吃一下这个锅吧，那你要嚼吗？你想尝一尝这个？你想变胖？
我们来了这家菇啦，先看菜单，然后等我朋友。这个是酒单。来自你说明星也见过，就再帅的也就那样了，还不人格魅力什么的，我们有点。那你也讲的就是看的还是要看过去顺眼。蒜香毛豆，这个是螺肉，这什么鸭什么吗？这个是鲍鱼吧？哦哦，我看了这个鲍鱼跟螺肉吧，这个应该是螺肉吧？这人参品牌啊，嗯，然后这是虾，我不喜欢橄榄。这个是什么？纸披萨，把一块肉给夹了。没事儿，到嘴巴里都一样。好看的，真的好看。鲍鱼呢？哦哦，有。鲍鱼。碎块啊，块茄子嘞，试试看。我们来吃一家汉堡，叫这个 Starling 八哥，还蛮美式的。为什么我这么奇怪啊？我这么搞笑？那我进来炸鸡汉堡，然后我喝可乐，因为我不要喝奶昔。哇，这个鸡块也太大了吧！炸鸡花，是鸡翅吧？鸡块，那哦，这个超大鸡块，然后这个洋葱圈好好吃。哎呀，这个怎么连着的？换一个。太夸张了！啊，你见我呗，不到呀。好看吗？他说你，我现在也喜欢看直播。他不是，不是吗？就是那种生活吃东西的 vlog。我是一边吃，我可以自带一个电视框，然后你就看我吃饭。不是直播那种，就是录好的那种。啊，我知道。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来一家 brunch， 它叫。Baker Space， 这外面环境超好。补口红啊，你跑出来补吗？好漂亮。走了，我也带电脑出来弄点东西了。但很累的，在电脑。心很忐忑。我好烦那种，就人家脚本里面会写正好怎么怎么样，哪有那么多正好啊？太硬了。广子。对呀、啊。哪里正好了？你卡在这个点，这好巧哦！这种的，嗯。Maggie 点了哇，其实我超爱的杏仁可颂，天哪！是吧？我怎么反应过来？我刚才整个人脑细胞死掉。我很喜欢。我超爱的。你也爱吗？嗯。哇，好可爱。快乐就留在心中了。删除，要